张开呢，我们用鼻腔跟口腔哦，同时来吸气的方式闻酒香哦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一定要闻到很香的哦，这个蓝莓的味道了哦。不过可能我们心里还是会有一个疑问的啦，就是说那为什么嘴巴要张开呢？那这样子好了，我们自己哦来做个实验看看。好，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把嘴巴闭起来。哎，你再来比较一下哦，看你所闻到的香气哦，跟刚刚嘴巴张开的时候是不是不一样了？哦，差了有一半以上哦。其实这个道理呢也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的鼻腔跟口腔呢是互通的，所以我们在嘴巴张开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空气对流的作用了。哦，所以我们闻到的香气呢，也就会更为完整了。